雾将我困在此处，阻止我跨越现实与梦境的边界，抵达那片深海。失去锚定的记忆被浪潮席卷而去，只留下满怀愤懑的躯壳，用手指在湿润的沙中雕刻。Thank you.
你们的任务目标很清楚，进入这片区域，找到第五研究所。我会指派一些后勤人员提供支援，有任何突发情况随时向我报告。收到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长风，悦耳的声音，长风，啊，秦小前辈，你穿的是新型战术套装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名字叫长风。感觉设计思路和我的缄默完全不同，好像是偏向近战类型的呢。威力怎么样？好不好用？看来很快就能通过实战来验证了。唐风，聪明的战士不会拒绝这个。悦耳的声音，这里也有一堵墙，不过比隔离墙矮多了。墙内的环境好像有些特殊。好奇怪啊，隔离墙防的是泰坦污染，这堵墙防的是什么呢？但别在战场上放松。战士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有雾霾，空气质量堪忧，我要打开呼吸过滤系统了。这里面很安静，但我有一种正在被人观察的感觉。别说这么吓人的话。这种时刻不应交金。
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你就停在这里吧。没有察觉到对方有明确的敌意，但他确实正在攻击我们。抓住你的，抓住你的。在这里，悦耳的声音，锋芒所向。你不行了吗？他会再来雨。这解决了，继续。到这了吗？声音，现场，提前完成。战士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星期三，小太阳，看那里。作用，我感觉不太舒服，不太对劲。我们先离开这里。需要我来拯救吗？解决了，继续。我知道怎么操作。以后我感觉好多了，坚持是有意义的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快快把我的眼睛捂住。冷静点，他只是在观察我们，这样反而更令人不安。这些怪家伙不是都被关在墙里面了吗？看来并不是全部，这个的状态好像跟他墙内的同类不太一样。哎，咱们的枪上居然还没有安装自动换弹的组件和程序吗？这种消失方式很熟悉。需要我来拯救吗？有什么可犹豫的？
刚刚收到联络，平地受到攻击，我们尽快解决问题，返回支援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们才是被解决的那个？别在战场上放松。唐风，这个消失方式，难道这些胶囊也是幽灵？分析战况，早该换人了。注意分析战况，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我知道怎么操作。分析战况，早该换人。我又变浓了，他们即使不是幽灵，也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，不仅能够凭空出现，还能影响这里的环境，和泰坦很像。这种时刻不应交金。
战士，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看来注射抑制剂的确能够抵御黄色雾霭带来的影响。我再强调一次，必须尽快找到第五研究所，其他都不重要。目标达成，有风险。长风，战士不会拒绝这个。不要用力，看，炮台后面堆放了不少弹药箱，射击弹药箱，把它从那个位置逼出来。悦耳的声音。主角太阳导航启动，请跟着弗提亚老师走。这条路没错，通往城市广场。就这点人。锋芒所向，赶路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解决了，但别在战场上放松。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已经过去2小时30分钟了。暂时还没有。小心，那边好像敌人。不是敌人，又是那些幽灵。他们没有做出类似攻击的行为，感觉很熟悉，像因接触泰坦物质而湮灭，徘徊在灵区里的信息泰残影。去调查，然后告诉我结果。喂，哈喽，请问你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看来这些信息态生命的认知与沟通能力非常不稳定。你好，客户，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啊，你原来能听到呀。是一场爆炸，没有火光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冲击力。它在冰冷寂静中，将我们从现实世界中剥离，然后……喂，然后怎么了？
看起来他坍缩了，在周围找找，可能还有其他信息台幽灵。遵命，小桃老板。他们不一定全部都能沟通，我们只需要获取有关爆炸的情报。策划案经理写完了藏宝，看看别人都不加码啊，能不能学一学那个谁？哎，名字我想不起来了，就是。加班的那个，哎呀，这物流公司也联系不上，到哪儿能买到纸箱子呀？军方不是通知了吗？两个星期以后都要搬家，那我就自己慢慢搬。哎，就是说呀，搬家以后。住在哪儿啊？赶快回家当楼主吧，把所有钱都留在数据间，你卖掉的东西也赶快卖掉，然后数据间买物流公司股票肯定会涨。我刚才回家要干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我要去送礼物，生日礼物，巧克力，送给谁？我不知道。是他们还在上课吗？也许这场爆炸发生得很迅速。我觉得这些信息太幽灵的状态很奇怪，时间和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错乱的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都必须让我在周五之前找到其他愿意合作的物流公司，还不然他可能取消我们的预约。我看到设计出公司的人已经开始建立隔离带了，不过很奇怪，他们身上没有设计出的标志。那个泰坦污染还没有告诉我这里，军方公布的成立时间是在两周后。分析员，这很反常，还没有到撤离时间，公司为什么会提前设立隔离带？唐风，月儿的声音。就这点人，睡睡睡，天天就知道睡。这个家里头都活不都是我一个人在干吗？把那些机器人买回来就什么也不管了，还过什么日子？什么动静？
整个城区内能通过车队的桥梁只有一座，它的另一端是所属不明的大型仓库群，有关这个仓库的信息很模糊，很可疑。这么说，爆炸可能与那里有关联。他们的时间停留在爆炸发生瞬间，这两个人同时受到了波及。这种时刻，无论道德与否，爱与不爱，都已经没有区别了。弗提亚老师倒是很好奇，什么样的爆炸能让空间变得像水波一样？而且，我发现只有生物受到了爆炸波及，说明它的能量释放具备高度选择性。时候第一隔离墙应该还未修建完成，海姆达尔部队也没有组建，爆炸应该发生于2058年之前的某天。这里的生活秩序当时还没有受到严重影响。事件好像已经渐渐清晰了起来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好像都知道了一点点。这样看来，爆炸很有可能是人为引起，我不认为它和降临事件或者居民撤离有关。那确实只是一层伪装，一次事后掩盖。现在去确认一下前往仓库的路径。明白。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
战士，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这是标记，难道有什么含义吗？福提亚老师很好奇，是谁留下的标记？松懈，这里也有一样的标记。他是在为我们引路吗？这里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很多。唐风，悦耳的声音，这里的胶囊好像并不是信息太幽灵。前辈你怎么看？队长，我不知道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标记，悦耳的声音，唐风。相比荣誉，他一文不值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这个标记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引向第五研究所。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
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你忘记检查备弹是否充足了。哦，好。对方训练有素，穿着上与安全部干员很相似。小唐老板不会真的遇到危险了吧？很好。需要我来缩小靠近。过于简单。有什么可犹豫的？相比荣誉，他一文不值。福田老师，胳膊好酸。说，问我真的合适吗？需要我来拯救吗？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傅西北，我们恐怕没法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很久。明白了，我会通知所有人汇合，一起向桥的方向撤退。拒绝这个。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。队长，你好像状态不对。都到齐了吗？准备过桥。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想把桥炸断，青小前辈，小心！抱歉，我没注意到。就疯了吧？桥上还有他们自己的人。不奇怪，反派都喜欢通缉队友。目标达成。别松懈，强攻！你不行了吗？好麻烦。分析战况，早该换人了。这种时刻，不应交金。
没有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根据建筑结构资料，左边的仓库里有一条地下通道，可以帮我们避开大多数敌人。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悦耳的声音，想挡住我，笑话！通道的门打开了，快走！目标达成，别松懈。刚才我还不敢肯定，现在可以确认，这些信息太幽灵确实在帮助我们。我们可以尽量悄悄地溜过去。唐风，相比荣誉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干掉所有敌人，也一样是完美前行。那是波夫娃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悦耳的声音，锋芒所向。休想靠近！波伏娃降临团、第五研究所、董事会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到底是？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
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威尔·安德森，我一定会把你。想挡住我？笑话！通往共振器的门是关着的，看来是刚刚锁定门禁系统的时候被一同关闭了。不要耽误时间，让我来砸开它。不可能，这扇门的厚度超过300毫米。我知道怎么解锁门禁，跟紧福提亚老师。共振器的门没有打开，不会还有另一个机关需要解锁吧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进来的门还被锁住了，很熟悉的套路。很好，唐风。想挡住我？笑话！你们听到了吗？建筑物倒塌的声音。嗯，只听到了电梯启动的声音。我们好像回到了入口，没办法，只能从这里绕过去。这种时刻不应交金。应该时刻都做好准备。你听到的倒塌声就是来自这里？没有听到引爆声吗？毁成这样，不像是人类能做到的。可惜，这里没有安雷布拉的标志。我记得你刚刚就是在这里锁定的门禁系统，如果把它打开岂不是？没错，外面的敌人就能进来了。这已经不重要了。觉悟，就没有走上战场的资格。果然，他们来了。无论谁，都不要挡我的路。队长，请控制自己，这样很容易导致神格侵蚀。长风。
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就没有走上战场，还是没来得及吗？不，锋芒所向，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完成的。这是最后的任务。你的战场上放松。需要我来拯救吗？这里是我的领地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？
需要我来拯救吗？好麻烦。有什么可犹豫的？锋芒所向。你不行了吗？这也是为了拯救。感受到了吗？它的重量。
Thank you.
再来，我们要去哪里？Thank you.